白眼，白眼，我教你一招。干嘛？嘿，你把车召唤出来，然后坐在后座，然后开枪，这样风吹不动你。哦，哈哈哈哈来了，真的，你坐在后座打，后座可以打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风吹不动车，你就会一直卡在后面打就好了，聪不聪明？哇哦，哇哦，谁教你的？你自己想弄啊？对。不要再不要闹了哦，这样好多了好多了对不对？我把子弹箱放在车边，可是你要把车停在一个王附近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嗯，可以补可以补，放车应该可以补了。对啊，我等他这一波，他这一波那个警示圈会影响吗？不知道，实弹应该是不会啦，你就安心在车上，你自己不要死掉。真的不会，好开心哦。好开心哦！我就这样看大家被推走，然后我在摩托上，对啊，好爽哦，好爽哦！网易再告诉你，摩托车抽起来，真的。